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 Mina， 一名生活在美国加州的地产经纪和注册会计师。今天呢，带大家来看一个在奇诺的新盘。那这个盘呢是 Hazel， 它在奇诺的Preserve 那一边。然后这个盘呢，它是中小户型，然后是两到三房的设计，最小的尺寸呢是1229尺，最大的呢是1937尺。它有五个户型，分别都是两房或三房的设计。那它价钱呢非常的亲民，是从373,000到429,500。那这边的 HOA 呢是385块钱每个月，然后地税呢是1.9%，包含了城建税。好，现在我们一起去它的官方网站看一下哈。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盘的地理位置。那可以看到哈，我们的洛杉矶市中心在这个位置，然后呢往东边去就是我们的河滨县，然后钻石八在这一边，安大略在这一边，阔卡蒙格牧场是在这里， U 八林达在这儿，东谷在这里，然后我们的今天的新盘呢在奇诺，就是这个写着 Hazel 的地方。然后我们放大看一下，这边呢是奇诺机场，它就在这个位置。然后这边呢有一个高尔夫球俱乐部，这块呢有一个公园，国家公园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下它的学区。这个盘它有一个很好的地方，就是它虽然位于奇诺，但它的高中是奇诺刚学区，这个高中的评分还是非常不错的。所以它的小学去的是 Rosa Parks Elementary School， 然后它的高中是 Chino Hills High School， 大概15分钟车程，6英里的距离。那我们的奇诺冈就是上到71，然后走到这边就是奇诺冈，就会有99大滑。所以它是属于奇诺偏东谷的这一片。这个盘其实离东谷的 Lanar Prado 那一个盘其实还蛮近的。好，那看过了它的学区之后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户型吧。我们来先看一下户型一。户型一呢是两房两卫1229尺双车库。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户型图。好，这是一号户型的户型图，可以看到哈，我们的主卧在这边，然后第二个卧室在房间的另一边，挨着车库，然后这边有一个卫生间，然后这边呢就是我们的居住空间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 virtual tour。让我看一下哈，这边应该是主卧，让我们来转到入口处。好，这个呢就是房子的外观，可以看到哈，一号，然后旁边是连的五号，所以我们看完一号就去看五号，就好像我们身临其境一样。好，现在让我们从一号的大门走进来，然后确定一下这里是不是大门哈，没错，所以呢我们是从这个大门走进来的，然后呢一进来就是我们的客厅，非常精简的客厅哈，但是可以摆下一张长长的沙发，还有一个单人沙发，然后前面呢就是一个餐厅。进门这样转进去呢就是我们的主卧，主卧是这样子的，外面是小区销售的停车场。好，那么主卧的卫浴让我们看一下，衣帽间呢在主卧的卫浴里面。哎，这个衣帽间的尺寸还算蛮大的哈。然后主卧同样有一个单独的洗手间，然后这边是一个双人洗手台。好，我们再出去外面看一下次卧，回到客厅。好，去看一下厨房。厨房呢还有一个小中岛，这边呢有一个可以坐下双人的早餐台，可以摆下一个双开门的冰箱，然后这边呢是1234个炉头的设计，上面呢有小型的抽烟机加微波炉，下面呢是烤箱。
我们现在去另外一间卧室看一下。这边是车库，这个是车库的门，然后车库一进来这边就是洗衣房，可以在这边洗衣服。然后转进来之后呢，这边是我们刚才所看见的客厅的空间，这一边呢是次卧所使用的洗手间，带有浴盆的带有淋浴的浴缸，就是全卫。然后呢我们再去一下次卧，看看次卧的尺寸怎么样。哎，尺寸还好，哎，它这个应该是一张queen 或者是 twin size 的床，然后旁边可以摆下两个床头柜。然后这边呢使用的是推拉门式的衣柜。再从这个角度看一下，那一号户型呢是373,000起的售价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二号户型。二号户型呢是，哎，我刚说要看五号户型是不是？好，我们现在去看五号户型。五号户型呢是1937尺，比一号户型呢足足大了710尺，但是它是两房三卫的设计，你也可以选择要三房三卫，它可能会想把房间做得更大一些吧。所以就是进门 den 的 area 你可以改成第三个房间。好，我们先去看一下它的平面图。如果我做的这个 virtual tour 走得太快的话，小伙伴可以去TryPonty 的官网自己来看一下哈。好，我们先看一下平面图。你看刚才我说的这个 den area 就是这里面可以改成第三个洗手间，然后对面呢就是第三个卫生间，这边是 laundry room， 然后这里是客厅、餐厅、厨房，然后主卧和次卧，这边也是双车库的设计。好，让我们进去看一下吧。那从这个锁头可以确定我现在在正门哈，然后这边是楼梯。有二楼的吗？OK， 它的这个五号户型呢，一层就是车库加上楼梯的空间，所以我们去到二楼看一下。好，楼梯是这样转角上来的，然后呢一上来就是我们的洗衣房。洗衣房这里呢，这边有一个全卫，洗衣房和全卫之间呢还隔着一个柜子，可以放一些物品。好，那出来这一边呢就是我们的客厅，然后客厅外面呢有一个小阳台，这边有做拱门的设计哈。它都使用了这种非常干净的，有点浅灰色、暖灰色的墙壁，配有这种浅黄色的地板，还挺干净的。啊，我找到窍门来走路了，不然我总在这儿撞墙哈。就像以前小的时候打 CS 的时候，永远都不能朝前走，经常在同一个地方撞墙。这个 virtual tour 我觉得非常考验这个。动用这个鼠标手指的灵活度哈。好，这边呢是另外一个客厅，刚才我说的那个小客厅呢，它是那个 den area， 就是说可以改成第三间卧室的那一块。这一间的客厅和厨房要比刚才户型一的宽敞一些，可以在这边看到外面在盖的房子哈。然后我们走进去看一下，这是应该是一个 pantry room， 放食物的储藏间。好，那这边呢就是第一个卧室了，带有自己的 walking closet， 步入式衣帽间。这是两张什么床吗？这是给小狗睡的吗？对呀，这是两张给小狗睡的床。哦，不是，是小孩子的。哦，这是小孩子的房间，你看这有个小帐篷，哎，这个很可爱，外面可以看到
醒来看外面，啊，外面有这些木架子，看到这个房子之前建的原型，可以看它是这样连在一块儿的连排啊。然后走进来这边呢，就是这个卧室所使用的洗手间。好，我们现在去主卧看一下。从次卧到主卧呢，还要穿过一个小小的走廊。这个主卧的衣帽间尺寸还蛮大的。这边有打好柜子。其实我觉得，自己 DIY 一个衣帽间的橱柜，其实还很有必要的，能增加很多那个置物空间。不然一般那种基础式的就是一个挂钩嘛，就是那种叫什么？那个挂的那个东西，我觉得没有这种柜子要来的，收纳的那个能力更好哎。这个就是主卧，它摆了一张 king size 的床，然后主卧浴室在这边，双人的洗手台，主卧没有浴缸，是一间很大的淋浴室，然后这边有洗手间。可以看到你的邻居们。好，那户型五呢是两房三卫，双车库，双层设计，1937尺，售价呢是429500起。好，接下来呢，让我们再看一下户型三。户型三呢是三房三卫，1806尺，售价呢是400000起。这里是户型三。1806尺，三房三卫，然后是三层的设计，双车库。可以看到哈，一楼是我们的入口加entry， 这边有一个门廊 ，entry 在这边，门廊在这边，然后这边进的是双车库，这边是上到二楼。上到二楼之后呢，就有我们的客厅、厨房、洗手间、餐厅。然后就是主卧和次卧在二楼的位置，然后三楼呢有第三个房间，外加一个 bonus room。 我们现在来 virtual tour 看一下。好，那我们从大门进来之后呢，哦，这我现在就站在那个 porch 门廊里面，那这边转进去呢就是我们的车库，然后我们从这边上到二楼。上到二楼以后呢，这一边转右就是我们的居住空间，然后有厨房，厨房没有中岛的设计，但是有洗碗机，炉头，四个炉头，同样是微波炉，有烟机，然后是可以置放一下双开门的冰箱，然后有许多柜子。那这边呢有延伸出来一块可以做早餐台，然后中间是餐厅和客厅，然后这边是去到三楼。我们先去主卧看一下，因为主卧在二楼嘛。这边呢就是洗衣房，洗衣房在二楼楼梯一上来的左边便是。这儿呢有一个阳台，这一间应该就是主卧了。主卧是双人洗手台，然后有一个足够大的衣帽间。对，这种衣帽间就是这样挂钩式的，所以你看那衣服 挂上之后，下面这个空间就有点浪费了。然后我们再去另外一间房间看一下，这是另外一间房间所使用的卫生间，是单人的洗手台，然后带有浴缸的淋浴室，带有浴缸的浴室。然后是，哦，这个房间其实尺寸挺小的，所以样板间呢在这边给它设计成了书房的。从这个角度看一下。好，我们现在去三楼看一下。三楼有一个 bonus room 加另外一间房间。我找一下三楼的入口在哪里。
这是三楼的另外一间房间。这个房间其实尺寸挺大的，我觉得跟楼下的那间主卧差不多。然后这边有一个带淋浴的全卫，单人的洗手间，然后楼梯上来是这样的。所以三楼其实是相当于送了个客厅一样的空间哈，然后感觉如果让子女住在三楼的话，这边好像会有一个他们的小天地一样哈。在这边就是有一个客厅，然后这边有座吧台电视，然后外面同样是有一个阳台。那户型三它的售价是40万起，然后呢户型四是可以做到四房3.5卫，1904尺到1986尺。我们来看一下户型四的户型图。户型四呢也是三层，第一层呢进来的时候，门厅进来以后呢，左边有一个卧室，带有自己的洗手间，然后对面是双车库。二层上去呢是客厅、厨房、餐厅，然后加上一个小厅。这个小厅呢是可以改成第四间卧室的。然后三层呢是主卧位于三层，然后带有自己的洗手间，还有另外一间卧室在房子的另外一个方向。我们来看一下。先看一下房子的外观。这边就是房子的外观。哦，三层还有一个花架，看没看见？好，我们现在去一楼看一下。一楼一进来呢，有一个自己的房间，你看，大门在这边，然后进来之后呢，左转就是我们一楼的卧室，只有一间卧室，带有拉门式的衣柜。然后呢，卧室出来有一个全卫，这里是全卫。哦，居然是带有浴缸的全卫。好，然后这边呢是车库，那这边呢应该是一个储物空间。好，我们现在去二楼看一下。那它这个40万的价钱可以做到四房，投资蛮不错的，可以出租。二楼一上来呢，有一个全卫带有浴缸的，然后这边是一个房间。这边呢就是我们客厅，哎，客厅，在这儿点一下，哎，怎么回事？我这样碰到二楼吧，哎，这样可以碰到二楼。二楼的房间是不是这样？哦 ，OK 了。我现在跳到了二楼的厨房里面，然后看它的厨房，跟刚才看到的厨房基本是一样子的。然后这边有餐厅、客厅，外面一个大大的阳台，然后就是上到三楼。所以刚才我们看见那间房间的 area 它已经改成第四个房间了。好，三层呢就是我们的主卧和另外一间次卧，所以它一楼有一间房间，二楼有一间房间，三楼呢有两间房间包括主卧。这个房间非常的明亮，有没有？然后这边有一个衣帽间，这边有一个单人的浴室，单洗手台的浴室。然后我们出来，这边是洗衣房，然后这边呢应该是主卧的浴室。我们进来看一下，这边是淋浴，这边是双洗手台。哦，这个小区主卧大部分它的浴室都是没有浴缸的哈，但是次卧却有了。这个衣帽间的尺寸也很大。然后这边是主卧的洗手间厕所。好，我们现在去主卧看一下。我觉得我出不去，我还是用这种方式出去吧。来三楼，把我跳到哪里去了？
士现在进到主卧里面来看一下。这个主卧其实很宽敞，很宽敞。然后主卧在这边转到这儿去呢，就是主卧的浴室和浴帽间一类的。好，最后呢，让我们再看一下二号。二号其实我觉得也蛮划算的，三房2.5卫，1537尺，只要37.7万美金。让我们来看一下哈。二号户型一楼呢，就只是车库，双车库的设计，然后这边可以放下垃圾桶什么的。然后二楼上来呢，就是从这边上，然后上来呢就是我们的餐厅，然后右边有一个洗手间，左边呢就是厨房，厨房和客厅这边呢有一点点传统式的，客厅隔成了一个单独的客厅房间，非常传统式哈。三层呢是我们的主卧和另外两间次卧，让我们来看一下。好，一楼进来之后呢，什么都没有，左边是车库，上楼梯，上楼梯，上楼梯。然后二楼，干嘛？他让我自己上啊？哦，好吧，他让我自己上。上来之后呢，我记得这边有一个洗手间，看洗手间，然后是一个全卫。这边一共有三房2.5卫。咦，我怎么觉得我现在上到三楼来了？那我们就先参观一下这层吧。我觉得这里是三层。这间呢，哇，这个光线很好哎。这间呢应该是主卧，有自己的洗手间，然后淋浴式的浴室，双人洗手台，用的都是最基本的白色台面。然后出去之后呢，另外两间卧室，这儿有一间，这间卧室这里是衣柜，是推拉门式的衣柜。哦，三层有没有那种站得高望得远的感觉啊？那另外就是这个小区它的房子上面是有太阳能的，因为加州法律规定2020年以后建造的新房必须要包有太阳能，这样会节省能源嘛。那当然了，屋主可以选择购买或者是租赁的形式来拥有这个太阳能，然后有了太阳能之后呢，你的电费会变得便宜很多。哎，我怎么进不去这间卧室？对，我刚有进过这间卧室了是吧？这块应该是一个储物空间，然后二楼第二个卧室，三楼第二个卧室在这边，就是这样的。这应该是一张 twin size 的床，然后两边是两个小床头柜，还蛮好看的。然后都是推拉门式的衣帽间。好，现在我们回到一楼看一下。二号户型的外观是这样子的。好，抛去我们一楼说一上来就是车库和楼梯哈，我们现在在实际的二层，但这边显示一，可是我们是在二层的。然后上来之后呢，我们现在是在厨房的空间，这是我们楼梯的入口，我们刚刚是从楼梯上上来的。然后这边呢有一个半个卫浴，是在二楼生活的时候可以使用的。然后厨房带有中岛的厨房，我觉得以这个尺寸的户型来说，带有中岛的厨房其实是还挺不错的，因为这边能多放好多东西，做好的事情哈。然后这里有一个 pantry room， 可以放很多的调料啊、干货啊什么的。然后这边是一个传统式的客厅，这边是去三楼的楼梯入口。然后客厅这边呢可以通往一个小阳台。好，那二号户型呢售价37.7万，
1537尺。好，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它385块的 HOA 都包含什么设施哈。首先呢是 neighborhood 这一块儿，看它有包含游泳池，然后网球场、小区活动俱乐部这一块，还有图书馆，还有 SPA， 然后还有一些游戏室什么的，然后还有健身房、游戏室。这边的俱乐部的Park House 俱乐部这一边也有厨房可以使用，所以如果你要办 party 的话，可以在这边，就不用把自己家里面弄脏哈。但是当然了，要提前预定的。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小区，它一共有多少栋？那这边是北，这边是南，刚数了一下，应该是一共有133户居民，一共有133户居民。然后整个小区的俯览图大概就是这样子的。好，那这一个小区的建商呢是 Tri-Ponty。那 Tri-Ponty 我之前有出过一个他们家在 Huntington Beach 那边开的一个海边的那个大平层啊，如果没看过的可以去看一下那边的那个样板房哈。然后他们呢在 Chino 还有出一个叫 Ivy 的社区，一共有4种户型。从1250尺到1773尺不等，然后有2房的，有3房的，价钱呢是375000到429000。如果感兴趣的话，也可以去网站上查询，或者是加我的微信联系我哈。好了，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视频。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呢，记得给我点赞。我是妮娜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